上面，就像这样子，去模拟我们正餐前搭配 Hitachi 跟我们的 Fiber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。好，餐前三颗的 Hitachi 搭配一包的我们刚刚讲的 Green Fiber。好，一样哈，就是把它均匀的撒在我们的油的表面上面。好，这就是模拟说今天你可能吃，当然我们平常饮食会比这个更油。好，但是这个实验就让各位了解到，你餐前如果吃对一些营养补充品，它的确可以帮助你减少热量的吸收。好，接下来不用做任何事情，就等它去吸附包裹油脂，然后掉下来那个画面，让各位去捕捉一下那个镜头。好，所以我们是建议说，我们可以在餐前的时候，好，跟两到三颗的 Hitachi 搭配一杯的 Fiber。好，那时间就是在吃饭之前，喝完 Fiber 搭配三颗的Hitachi 就可以了。好，各位拿好相机，那个镜头要抓好。没有跟到，我们这个步骤大概要稍微等个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有看到吗？好，那个大的油团掉下来的那个画面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模拟在餐前的时候，你可以吃这些营养品去强化热量的吸收，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一个体重控制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建议说，如果你今天要吃大餐了，你有应酬，你要去跟姐妹聚会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搭配。那如果是平常一般正餐的时候，其实两颗 Hitachi 就很够了，效果就很好了。是。